有新的东西会跟你讲，你不用着急，没事。翻新。现在跟你讲一个人鱼啊，你刚刚没有跟你介绍到，不要动速，不要动速。哎，人鱼的话是晚上会获得这个技能，这个技能就是唱歌，它会让你自己方圆15个的领域的玩家自盲跟缓速，并且无敌。也就是说，如果狼人要追到你，你唱这个歌，你就不会被砍死，因为你会无敌。嗯。我还以为要唱那个珍珠美人鱼的歌，要唱鸡台的微风这样子吗？都可以，你要唱任何歌都可以，放技能时候唱歌，好羞耻、喔。你也可以吹笛子，我也可以接受。小雨，好羞耻哦、喔。大家都是一样、啊、大家都是一样，大家都很会唱歌、啊。那我们要一起唱七大海洋，七大海洋，七彩的梦幻乐园。我可以唱心一跳，不要，你不要心一跳，你不要，你要换歌了，你要换歌了。心一跳，你不行，你不能心一跳啦，唱那个写信爱情故事，哇哦，也很难呢、欸，哇哦，还给我。那你可以继续海绵宝宝也 OK 啊。不用给你，好吧？哦，繁星 OK 了吗？好。哎呦、啊，那我们这个第一场就发法加入，简单好不好？三个狼，各职业都有一个，没有诈欺，没有怨灵，好，有一个很可怜的村民，都没有没有没有，先简单，你不要一直想着复杂，他想要 SM 按部就班好吗？那感觉很有趣。等一下嘛，慢慢来。嗯，不然你连什么都不会。来哦，合体哦。好。好的。好。有请来。我是郝伦。我是春明。我是郝伦。我是春明。你在对话框，你可以打开对话框，左下角就会显说你的职业是什么啊。如果你是狼人的话，他也会告诉你的伙伴。哦。讲出来。看了吗？讲什么？讲出来。就是你上面写出来谁是狼伙伴？对，一定是哈记。哈记，哈记爸爸，天哪，哈记，你这样害人尊严呐！我的拳头已经饥渴了。所以哈记，你的意思说方法在讲谎话吗？他讲谎话，对，他说谎。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说人家说谎啊？哎，班长，你很坏。我很坏，怎样？放我上去啦！第一天不能票人哦、第二天开始才可以票。迪叔你在干嘛？迪叔你怪怪的。欸、我哪有你？离我远一点。算了，二零不见了。二零，你怎么了？二零说话。二零，救我！哦，我救你，你在哪里？我哦，没有。二零，你有办法玩吗？二零，诶。应该没有。那个，快跑！谢谢你。你在游戏里吗？二零。吓死了！你可以动吗？你可以动吗？快，他过来，快跑！你动不了。我死了。哇，死了两个。谁啊？好坏啊！哇，好坏啊！讲那么大声的，好坏啊！哎呦，我们是不是都知道些什么啊？人家霸凌他，有危险的大叫，有危险的大叫，有危险的大叫！啊！一群人是怎样？怎么感觉有一些骗子？不要你白痴，你把我拉回来干嘛啦？哦哟！酱油四郎，酱油四郎，我砍了一个，砍八法，天哪！我是那种人吗？哎，白天，我想我刚来的时候也是。哎、欸，我 是被怨灵打 啊！他在屋没有怨灵，没有怨灵，没有怨灵。我看到了，有自杀的，打他！你打我干嘛？在那笑？怎样？我是狼，我是狼，我巧克力啦，巧克力也是啦，巧克力。我刚打你了，凡凡，我帮你。快点，酱油过河了，有没有了？酱油。快点，我们一起打爆 biu biu biu！ 哎哎，完蛋了，迪叔也是狼，迪叔也是狼。打三郎，酱油，
巧克力提酥，没有 Bobo， 还有 Bobo， 还有 Bobo 在演。对啊，刚刚明明就是 Bobo，Bobo 想杀我，被我逃掉。好了，我不动了。太可疑了，我不动了，我不动了，不动了。夸张哎，夸张哎，完了。哈基，哈基，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好好活着。他们应该找不到我出来了。嗯，发亮了，你们又怎么去的啊？对，怎么过去的？好惨！哦，我们要的，哎，怎么龟刚不爱跑酷啊？镜子太过跑酷的点位了，这没跑酷，这真的没跑酷，真的，真的没跑酷，只是稍微跑酷而已。没有，没怎么跑酷，这哪里没跑酷啦？那没跑酷，就是屋子走过去，你走宾馆二楼看看，可以过去。哦，那他的那个还提示还在哦，这里哦，在哪里啊？谁刀中了？哇！不要提示，耶！干他！我用错技能了。啊，臭狼！二零还好吗？二零。你们结束了吗？对，我们他结束了，然后你还在旁观者，你没有回来耶。我们招魂失败了吗？二零零无限轮回了，失败了，失败了。二零，看来二零零没办法了。我把它变生存，这样子不行耶，他还在卡耶，他在卡，他卡住。看来我们他不会动。这是霸凌游戏，哎哎，怪怪的哦，大家没有，我们在让他测试什么霸凌？你刚才没看到，太卡了，很卡，他连看都没看到，好，先把他打离开。我是 BOBO 动手的，刚刚五个人在揍他，就只有我是五个人，你有没有动手嘛？你自己说，我。好，你有啊？那你肯定是不怪别人。啊，我是，就像是警察临检，就说你为什么不临检别人？啊，你有没有闯红灯嘛？有啦，有啦。他我看到前面那台先转的啊，你有没有转嘛？有啦，有啦。爸爸，你听我解释，刚刚不是我要杀你的，只是因为刚刚前面有个人命令我这个。我不等一下。都是 BOBO 的阴谋，或者说按下导入都下次再来。大家拜拜，拜拜，拜拜，不要想我，拜拜，拜。哎，爸爸，你很坏哦。那我们接下来就两狼好不好？两狼，好，好，轻松一点，二三四五六七八。爸爸有理解怎么玩了吗？你刚刚什么职业？我刚才预言家。预言家，所以你要先躲好，好不好？躲得遥远的一点。好的。那你现在又是什么职业？你可以看你对话框。我可以唱歌。哦。哦。那等下要唱歌哦，等下唱。我等下要唱歌，你要跟我一起唱吗？不行，只有你能唱，只有我有。他如果唱，我们就票他，他就假唱。谁敢跟你唱？谁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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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打人！好，不要不要，一定有问题。他超可疑的，他不讲话，他超可疑。他超奇怪的，不要不要，超可疑。下一天我要票他，我关麦了，我关麦了，白痴。哦，还被人关到麦，一定有问题。故意有没有？故意打完人家？哦，我刚关麦，不好意思啊。你很瓜，我就狼了啊！你啊。你很夸张，超级可以，夸张哎，夸张，怎么又在那里了？哎呦哎呦，你们要唱歌啦？哎哎哎，起来！你叔是狼，阿志你小心，他在你上面穿衣服了。哇哇哇！你叔，嗨！唱歌唱起来！你别唱歌，你是你，你是你。你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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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跑
各种高音。哎、欸，我刚刚还是那个缓速哎、欸，我跑不动。正常啊，我还跑不动。人鱼的那个歌会缓。人鱼啊。哦、小雨怎么是那个啦？我死了啦，没事啦。把反应停下来啦。哎、欸，那个我记得那个预言家测到是不是可以马上讲啊？就算是晚上可以。哦，好，那我可以补讲吗？低速射狼。我知道，我们都知道了。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你前面就讲了吗？刚好测低速吧，低速在要过河了，低速要过河了，低速，呵呵，你被通气了，他两票了，没事 ，Let me go。Let it go，等一下，好意思是谁啊？在那边 Let me go 嘛，哇，巧克力也是狼啦，来唱歌，来唱啊你，巧克力也是狼，他是坏人，谁叫你要乱唱歌？他是狼，你才是，他是狼，不喜欢啊，靠，白金，你还有你活下去吧？白金你是什么？白金活下去，我是村民啊，哦不，我两场都是村民啊。我相信你可以活下去的、啊。哈哈哈哈哈！如果迪叔要砍你，我会先砍他。好。哈你追过来，我等人先砍你啊。哦哦，原来是小雨，我以为你是女巫。我不是。我小雨忍者直接放生游。我是跑错。你这个爆跑多少？你是跑多？就不见了耳环。我想说，这个方的，哎、欸，你那应该都是了。哎，好难过来，太难了。好人应该也很强啊。哎、啊，你知道我跟爸爸那两个一起跑不掉，我跟你没有，你刚跑到一半停下来，我都看到一清二楚，好不好？没有啊，我跑不动啊。要不要我帮你剪这一段精华进来？你不要跑不动、啊。不是啊，你剪，我真的跑不动。那么我们环速他们好像也到环速排名那个，对啊，我就跑不动呀。没有，我看到你站在原地发呆个两秒钟。可以那个跳走。对，跳走比较快一点。可以快一点，有多少可以跑？我还想偷看后面，结果。就停下来被砍死了。我刚刚看到他撞了啦，知道啦，我看到他超过，我想说拜拜，怎么跑那么快？然后我就死了。那个警长如果是好人方，应该就比较有利。好，毕竟八分之六警长会是好人嘛，对不对？八分之六。爸爸，警长的话就是他白天的时候会有两个投票，他有两票，他可以砍两次。对 ，OK。好的。滥用警长的威力，那第一天一样都不能乱投，就第二天开始就可以投。好，就走起。迪叔是警长，怪怪的，迪叔怪怪的。哇，我很棒，他是抖 M， 很棒。你很棒，你哪里棒了？超棒。哪里棒？我超棒。哪里棒？你知道他自己之前给他说出一个原因，我就全身上下都棒。哈哈哈哈哈！他全身上下都有那个钻石装，棒！下去！哦，这我家，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发发，你怎么啊？你是不是狼？我迷路了，我躲这里好了。他是狼，他回避了，他回避了，他是狼，他回避你的话，他没有。他上次当内鬼也是这样子。小心方法，小心方法。拜拜，拜拜。我、外面很多猫，你干嘛？你干嘛？没有第二次，没有第二次，第二次的，我是小猪猪。晚上呢？你在干嘛？坏蛋！你在干嘛？我叫你就一直跟他去同一个房间。法法，那个有没有还记得吗？那个物品栏可以选择穿装。没有，我跟你讲，迪叔是好人呐、啊，对，所以是迪叔跟发发，没有，我是预言家，我来了，加油，加油，不要来啊！啊啊！
啊，怎么又死两个？你们怎么都死这么快呢？我真的就是在想的话，你下一次要跑一下哎、欸。警长活下来，警长活下来，你看到谁？你讲一下。我救你！我救你！我真的活了！不要，没了！在哪？我去救你！不用救，不要救，你走，你走，你走，在对面，对面有两个狼，对面有两个狼。谁是谁？谁出来？波波，就你们两个对不对？出来！刚刚在那边是谁？阿基吧？不是我，刚刚下来。没有，哈基是狼，凡西，我刚刚下来啦。他是狼，他才票你。我刚扫狼哦。走来，他是狼啊，所以他才票你。走来。哦，谁？后面抱抱，你们少来，第三个狼这样子不行。安心看你有骂票抱抱。啊！安心啊，安心啊！你爸爸把票抱抱，爸爸票抱抱，一人。爸爸，高哥你死！不买还不买？往这里，抱抱快跑！在哪里？找不到。你算了，躲起来。哎，爸，你查波波，你就知道了，你就相信我了。好，波波，他是狼。感谢新会员。你躲好，你有无敌，你赶快躲好。好，我躲好。停。哎呀，他还在下面逛大街啊。哎、欸，那刚刚为什么？哎、欸，怎么了？怎么了？没事。你就跟他是狼啊？你少来！我就不真的不是狼，我是想到我是那个忍者，然后两票在那边。哎，他上来了。啊，那怎么可能？反正我就是留在原地，想说看等下谁发光，然后一瞬间感觉很像好人啊。哎，那个发发小心哦，还没事没事。发发准备用技能哦，你准备用技能哦。好，可以先用，你可以先用，10秒。哎呦，卡了一下！你可以用，卡了一下，我去了，票他，票他，好哎、欸，要拿剑票，有，哇，有，爸爸不会游泳，他会，水中游来流去，游到哪，好会游。还是狼，我真的看过，还是两票了，还是狼，你不要相信我，我刚刚真的在找狼，安心超真诚的，安心，我以为你是好人。哎、欸，你知道刚刚萨瓦鲁斗的画面直接是帮我转向你，我想说哦，好吧，那就你了。太可恶。我觉得那是第一组小雨，好比哦，我好难过、哦，我也很怕你要灭全场哎。那你那个时候你怎么都没有说你是忍者？我临死前没有说我忍者，我直接被毒死，没有直接我追你追了十秒了，好不好？到你看白痴哦，就没想到我是被拐骗的一方。对，你被拐了。哇，反应真的好真诚哦，好像真的是意外。真的，他还追超远的，他一直追着波波。哎、欸，我是真的狂挥他，我想说他死掉的话，我至少可以砍其他人之类的。你怎么跑那么快啊？我跑贼快。对啊，欸、他是你队友，你就不如有没有？你身份都那么差了，还不如让队友。对啊，你那个完全没有身份。哦，不然你们里面爸爸有活下来了。有我干大事了。你刚好出翔，你到现在活都比我以前到现在活的还久。哪有那么夸张？那个赛前酱油说，那个我每次都刀他希望活久一点，我就说我不会刀他。确实，酱油都是别人刀你的，你要把这个账记在别人身上，跟我无关、啊。我也没有刀，我通通都要记在巧克力身上。干活，完蛋了，看来不是一顿饭能解决的事情。下次我想要A5和牛吃到饱，谢谢。你上次就已经吃很多了。
哪有上次那个臭服务员？来来来，好，然后在那边说，来哦，再来喽。好，感觉爸爸应该要当坏人。哎，我又是警长，我又是好人，我就是好人。少来，你少来，警长叫我。迪叔跟我是警长，迪叔跟你是警长，警长是猎人。没有没有，你是不是有点忙？爸爸，对的，你是不是 ID 看到迪叔跟你的 ID？ 对，是是。对啊，我是不是爆他料了？跳他！跳他！什么东西？我操！你不要乱讲话！猎人，你自己爆了自己，还爆了队友啊？爆掉！搞什么东西？好，那你是好人，爆两个猎人，你有两个好人，两个好人，两个猎人，两个猎人，好，两个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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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丘比特啊。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等一下我们有丘比特哦。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没有，我把你招过来。我什么都知道了。我死翘翘了。哎，你怎么死了？好人呢？我，哎，我两个都死了。啊，真的有丘比特这个事啊？我觉得刚刚我干了一件很好笑的。哎，有丘比特这个事啊？啊！你们怎么在上面开房间？他们两个都死了哎、欸！丘比特，他们是好人哎、欸！丘比特，他们是好人哎、欸！我刚刚想说，哎、欸，我是猎人，好，我把我同伴招过来，然后招过来，我发现老人在我旁边。哦，替身之术啦！替身之术，可是他也死了，没有替身了，没有了。所以上面哦，上面有坏人哦。是谁啊？是谁啊？这里有一只狼啊！繁星，怎样？我是好人。我不会再相信的。怎么这样？看到空中的，他记你是你。我票他，你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是我，你在等我，他感觉好像是。爸爸，没有吧？在哪里？这是他记啊？不是，不是，我在屋顶上呢。啊，刚刚有人从你旁边经过你。刚有鬼在屋顶上啊！他跳下去，然后我就追过来看，没看到谁。跟你讲，真的是烦心了。酱油辣，酱油辣，你是酱油，你刚刚看到酱油，不要不要你，不要报名，不要不要不要报名，酱油。完蛋了，小雨酱也是第二只狼，他不是第一只，我们这个那不是啊。我是村民。你这笑的怪怪的。啊，酱油，你什么身份？我是哆瑞咪嗦。他骗人，刚刚没唱歌，他没唱歌。啊！你们追我，没机会唱。哎哎，不要不，我不想唱，你们不要追我，拜托。他警告过来，因为我想看看你是不是狼，我是警长。在靠，没有，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刚刚他跟我在一起，他没有把我杀。好，让我查繁星，繁星就是了啦。我不是啊，你看错，你是纯预言家。今天查波波是好人，所以我才放心。你是纯预言家。我们到底是有什么孽缘呢、啊？完了，可是他第二只还不知道谁、欸。你不要过来啊！哎、欸，你后面那个是谁、啊？他在宾馆里面。波波，我觉得你要小心所有人，好不好？走开啊！走开啊！离开！不要！没有没有，我就是好人，我查了他了。好人，好好好，我是那个霍霍霍。哦，下面那个，他穿衣服了，我看到了。他是谁？不知道是谁、嗯？有没有猎人啊？ 啊不对，猎人死了，猎人死了。小雨，你安全吗？我觉得你有点危险。哪一个拦不住他？酱油啦！来了！那个被我带下了，那不是你吗？干嘛？不是我啦，我在干嘛？哈基干嘛？觉得你怪怪的。我预言家哈基，跳哈基！哎、欸，翻新，我打翻新了。他、啊、怎么打成一团？到底谁？哈基怎么像？哎、欸，哈基跟繁星，哈基跟繁星，哈基跟繁星。那酱油跟小雨打一下有吗？我不要了，我就看我左右两个人都在那边两两互打，我想说现在是怎样啦？繁星呢？我干嘛找我啦？我很可怜呢、欸。人、哦、呢？他们刚应该打一打跳下来了吧？没有，他刚刚在右边这边，在右边这边中医诊所这边。你怎么知道刚才看医生？真的啊！啊，波波，你怎么知道？我是忍者，我忍者。啊，真的？哇，
三分之一，看运气，靠你们了，靠你们了，反正都帮你们抓出来了。我有三分，哦，你也被哈基打到啊？对啊。你们看到你不要生气，我想吃，我饿了。嗯，我没逃。会，我给你砍，我给你砍。哇，这个及时，哇，这个及时，哇，酱油，料料料，酱油，料料料，酱油，活下去，活下去，酱油。怎么办啊？还有好久啊。没事，你活下去。我的头好痛。你活下去，我们就有。有他是警长啊，他还是警长、啊。对，他是警长。酱油，酱油，你要来那个全联，来全联。全联在哪呀？全联在对面。过河，过河，过河开桥，过目不忘。过河，过河，我们要两个人都票到他，然后还要骗你们给红包。我这个红包太远了吧？嗯，酱油，快来，酱油。我来了，我在这儿。酱油，追他。他还在跑，他还在跑。我的酱油，你怎么做？完了，我们要追，会不会追到晚上了？感觉要晚上。阿基，不要跑啊！你好。嘿，同学。你有两票，你不要怕啊！你是什么啊？预言家啊？对，预言家，我们追不到，追不到。那这样我唱歌，你放那个，我们可以活多久啊？大概25秒吧。那一晚有多久啊？一晚一分钟啊，goodbye， 快点，先跑吧，先跑，我们要跑去哪？酱油，你要相信我，巧克力才是狼，他在演，我才不要，你相信我，感觉跑得越远越好。你刚刚强迫我吃斧头，我没有强迫你吃斧头，没有，谁强迫你？你，这样来，这样来，好，我来，你在哪？两个在一起，两个在这，这里，这样后面，我来了，我来。哇，这个好像是死路呢！啊，都死路，快走，快走，快走！你是不是间谍啊？可以，可以，我可以，不能走。他在后面，他快要追到我了吧？我看不到。因为我会帮你看，我帮你看。好，等下右拐，等下右拐。哎，他用，我们再跳回去，这样，我们再跳回去。他来了，这样。加油！唱歌，哆来咪嗦。我来自一个岛，咔嚓咔嚓不夜岛。你要跑跳的走哦、啊。好，哎，对，后面不要乱唱好了，我等下用叫的好了。好，究竟叫的，究竟这样会不会到十点呢？会延迟多久？你来票，你是警长哎、欸。哈基，哎，哈基，警长啊，嘿，好远。警长来了啦！来啊！票来啊！你来啊！我来啊！你来呀、啊！你又一直往上跑，来呀、啊！你来呀、啊！我们就来啦！来呀、啊！你来呀、啊！酱油，你太远了吧？酱油，我跑好远，我来了。包水饺，包水饺，来了啦！阿基，来呀、啊！这样，你小心，一个再上，一个再下，一个再上去，爬上来，爬上来，没有要，一定要爬上来。那我来了，来呀、啊，来啦、啊，来啦、啊啊啊！你又退了，啊、你在讲屁话！来呀、啊！来呀、啊！还是说来呀、啊，一直跑。来呀、啊！在骗人呐、啊！是骗人耶！我们该注意什么？没有，我们这样就只能在晚上了，要下来吧。嗯、来呀、啊！来呀、啊！你又不来，你这样骗人。哇！喝个饮料过来，喝个饮料过来。刚才是白给大师。真的。然后准备唱歌，唱歌。你为什么可以打这么快？你是不是吃很多饭？哎，快走！哇，你是神吧？哭了。
哦，见血发法，谢谢谢谢。让我把金蛋让给了哈基，你就直接救一下啦。男主是你在我后面，是我是我是我。爸爸，你为什么直接？他拉到迪苏，我一传过去，我就在杀手的面前瑟瑟发抖，一顶狼人帽子直接扣在迪苏的头上了、啊。真的、啊，我以为真的是迪苏跟方法是狼人，我就是这么以为。对啊，我说我们俩是猎人，然后我就很开心，然后就按。只有一哦，我有丘比特打开，我刚没听到。没有开了，太白痴。然后就把他拉过来之后，我说：“奇怪，我怎么不见了？”然后我也发现：“迪苏也不见了。”然后我想：“哇，完蛋了，我害到他了，我是白梦。”来，爸爸为你介绍，我们接下来玩美术馆，我们要去看展览了，而且呢，玩这个道具模式，我们好像没什么在美术馆玩过道具，对，很少了。对，之前都是在那个雪地。方法这个模式就是它路上呢会有一些地方可以搜查，它就会像这样有一个绿色的字，那你走过去就会直接获得道具。那它也会变成红色的字，哦、这样子。红色的字是拿过了吗？没有，就对对对对对，它就会说这边可以道具搜索。那你搜索道具呢？如果搜索到可以合出中介水晶的话，你只要一合出来，狼人就会全部都死掉。反之，如果你是狼人的话，你收集出来的话，就是人类方直接都死掉。OK， 好啊，打成一团啊！收集道具就可以获胜，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理解。好的。道具也会给你一些那个击退棒棒啊，以及圣剑，可以直接砍死人。狼跟人都可以砍死哦。对。都可以，哇，好，来踹踹看啊，踹踹看啊，踹踹看，试试看啊，就试试看，走起，哎，谁谁谁谁没有？谁没见了？票人见，我有票人见，我有票人见，因为我有票人见，开始了，我那时候还想打波波，好，我那看你们又来了，就看你们需不需要猎人啦，我是觉得，嗯啊。酱油水，酱油水，这是人鱼。你们觉得哪个重要？你觉得哪个重要？我觉得小花鹿都比较重要。我觉得至少繁星可以票一下他。好，我们二选一吧。二选一。你是不是很讨厌我啊？没有啦，我刚想要挥宝宝，然后突然开始啊。那我知道，迪叔你什么身份？我是狼人啊。打什么坏人、啊？等一下，我不能动。哦、他停住了。这个是头是谁？我是狼人吗？这个是法法。你看，真的是迪叔跟法法了。哦哦不！啊！抓到你了！你抓到我了！你要拿武器斧头去砍，你要拿斧头砍。你有砍到吗，爸爸？有，把波波带走了。有，哎，点点，这里还有这种地方吗？等一下，你在后面，就这一处，看好黏哦。嗯，哇，你跑好快。我是兔子，我没有用，我不会这个职业，这个职业有人用，我是那个没用的人。哇塞！哎、欸，来了！等下，爸爸在附近，爸爸在三楼附近，爸爸在三楼门口，我被拉走了，你是走太慢了，是你吗？我被拉走了，哦，你被拉走了，爸爸嘞？哎，迪叔，一楼，你说一楼，好，一楼，没有，我在，爸爸，爸爸，你不是他们两个，爸爸走了，救我！没事，迪叔饶你，饶你，哦，没事。啊！爸爸有错啊！哎，女巫是谁啊？波波吗？女巫是我。不是那个。你去投他毒啊！迪叔还在一楼晃。毒！对，迪叔还在一楼晃，他还在一楼晃。迪叔在一楼晃。波波，我是发发。啊！真的吗？
你的那个药水在空中滞留了三秒，我真的。哎、欸，你掉三分球哎、欸！出乎我想象的药水。对，你在空中漫步啊！我的天哪、啊！完了哦！哎，没错，哎，我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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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砸了，没了，没了！打一下啦，你这个坏人！不行啦，我这职业真的好烂啊！哎，完了，小雨有职业还在那边，小雨输了，我输了，我真的不会玩这个职业，为什么输了？哎，有还在嫌弃。村民就一张纸，他在哪里？他在哪里？我刚看到楼梯口，活下来，活下来，活下来！快点讲出来，讲出来，讲出来！迪叔，嗨！刚才跟点想要骗我吗？迪叔，我有这么坏？有啊，迪叔，讲出来你的位置。讲出来！我刚刚记得你在楼梯口，他是又躲在那个楼梯那里？没有哎、欸，一楼没有。你刚抖音是抖成这样？哇！都没人看到迪叔，你看到？看到？没看到？我看到繁星而已，没看到。他是蹲下躲在那边地方，然后瑟瑟发抖。对，瑟瑟发抖。迪叔，你这样太色了。哈哈哈！你好色哦！哦天哪，迪叔！哦天哪，迪叔！哦天哪，迪叔！帮他呢！哦天哪！哦天哪！嗯，那你们有眼睛吗？我有一个，我有眼睛四颗，五个玻璃。我有眼泪，用什么有这么多眼睛？我有玻璃，我有四个眼睛，我戴眼镜嘛。好，好了，我是眼天，我独眼龙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哇！迪叔，看你贵呀！迪叔学坏了，迪叔学坏了，尾巴变躲猫猫了。来，繁星用一下，用一下，用一下，怎么样？用一下，用一下，用一下，用一下。我是预言家，用一下。繁星要跑啊！繁星要跑吧。哎呦！再玩一次，好玩，好玩，再玩一次啊！然后再来一次，好玩，继续玩。这个自由实在太会了。哎呀！你怎么了？好玩，一直玩。被丢药水了。迪叔，认命吧，迪叔。哎，他在楼梯口。哎，我们看得到，我看到，看到。三人会发光了，迪叔。发光了，哦不。迪亚叔，迪亚叔。哎，哇，还在那边丢棒棒嘛？走开啊！你好不棒哦。你呢？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老师？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怎样？怎么不棒？怎么不棒？我缓住他，我缓到他，我缓到他了。你缓到我了，我恶心了。我还没关系，拍他，更恶他更恶。迪叔，加油！加油！不要了，去吧，繁星。可以玩是不是？可以玩是不是？迪叔回来，迪叔回来，迪叔回来，打爆他，打爆他！打拍球，打拍球，你当球，打拍球，你当球，不是啊，他是 UR 棒，他的是 UR 棒棒哎，他打超远哎，什么 UR 棒，走开，打地鼠，你怎么棒啊你，你真棒哎 ，UR 棒哎 ，UR 棒，打 UR 棒都要去，耶，真的是他们两个，就不会乱打人的，不会再乱打人的。QQ， 进往前进啊！我知道会出问题啊！我想说为什么要跑？要等他跳，很危险，很危险。啊，我们狼人多开一个魔狼，好啊。那把魔狼的话就是。如果你是魔狼的话，你晚上可以查一个玩家，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职业是什么。哦，对，就只是这样。那也开一个雪狼，要不要？好，雪狼就是预言家查到他的时候，他一定是会显示说不是狼人。嗯，引狼，没错，这个哈基的main角哦，
什么没有？不是第四天的啦。对，手要收起来喽！三二一，投起来！我好累。我是好人，我是好人，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你刚刚这样子对老师，你我捡到这个，哦、这么快！天哪！我的天哪！你拿到什么？哦，我的天哪！我觉得他可能是坏人。咖喱棒，你看酱油，你看酱油，你看什么 ？X 咖喱棒！哇！哎，我等下要解锁，就是说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来来来来来。怎样？你刚才在说迪叔不好，你现在又来干嘛？我是好人，你乖乖的，你走开，怪怪的。不用，不用，现在这里头大家有一点东西在那边互查互歪。我用这个保护你，我用这个保护你。你没有要保护。螃蟹惠顾，我的我的我的。你想让我也没听到。哎，发发怪怪的，你怎么那么胖？发发很可怕。我哪有？你都把那个可以拿东西抢走了。晚上喽，狼要现身喽。什么？你是谁？他不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魔狼、魔狼也可以查验。是谁？吓死我了！还是要小心。你真的是好波波吗？你是好波波，跳一下啊！我是哦，你是好波波，好，我是好波波。阿纪很感觉很奇怪啊，阿纪。对，怪怪的，很安静哦。阿纪，繁星，繁星跳一下。啊，什么东西？繁星跳不起来，繁星跳不起来，砸完鲁豆，大家快走，砸完鲁豆，快走，快走，快走。好可怕！哎，他不见了耶。我，你把他电声砍了。另一个应该是小雨。我把他砍了，小雨是好人，小雨是好人。咦，我查小雨，我查小雨，我查小雨。哇，喜好人。哎、欸，小雨是好人哎、欸，真的是好人、欸。小雨是好人，小雨是好人，查小雨是好人。我嘛喜好人。我刚刚酱油被传过来了，猎人是谁？猎人是我啊，我拿入的啊。啊，那酱油是狼人，因为繁星刚不动，他把酱油传过来。哦，哎，抓到了。哈哈哈哈哈！好猛的，八把女巫，好猛，作死了吧！哎，不是你知道，你知道刚刚八把哥要谁吗？没事，我看他要谁，我就跑去接。跑去接，跑去接。我就看八把，然后八把看着我，就看他哥要谁，然后我就往前走，我就死了。你是不是口渴的？是口渴了，直接一个快速，我刚被拉。很迷茫哎，我想说我是猎人，我拉一个人过来这样子。然后对我刚才想，他到底是好人还是酱油是好人是坏人？你知道吗？因为哈基那时候上来，我以为他就要大开杀戒，赶快定针就哎、欸、都可以动，然后反正是反应不动。因为我有木盾啊，那我就到处捡东西啊，然后用圣剑把繁星砍了。砍得好，砍得好，哇，速度长呢，爸爸，跳舞会丢哦。没有啦，是酱油刚才想喝我手上的好喝奶茶。好喝好喝，可以捞晒你。我为什么要靠近你呢？这是早餐店的奶茶，早餐店奶茶。远离彼此，远离彼此哦，手收起来哦，三个一走起。啊，哎、欸、哎、欸，空手空手可以，空手可以。谁呀？谁呀？乱打人。啊，这样太危险了。谁呀？谁危险？还在打。真的没人了，巧克力人，巧克力是坏人，他打我，抢我的，他自己打我一拳。巧克力坏人，他打我，那么坏，哦，我又有了，我又有了，我又有了。宝宝是坏人，宝宝是坏人，我查到了，我坏人，来啊来啊，繁星过来啊，来来来来来，你哪可能常常拿？你给我下来，我真的有吗？你给我下来，你看，哦，你不是拿剑吧？可以借我看看吗？我没看过那酷玩意儿。你充值多少钱？哎，这丢出来吗？可以啊，哎，我有。我觉得你的东西可能是假货，有没有？你要不要丢出来，我帮你查验。没关系，我等一下先可以先查鉴定师。我给你鉴定师，我可以帮你那个鉴定四个攻击属性哦。没有，真的七条，他进了七条攻击属性。你要不要帮我？哦，这个，哎，棒棒的。什么声音？你们那边要小心哦。着装的声音在我附近。着装会有声音哦、喔，有啊，会有穿衣服为先、啊。哦，巧克力怪怪的，我脚下有一个人，他自己跳，巧克力跳，跳，怎么了？为什么你也有圣剑？
开心哦！我直接砸完卤豆，然后把他砍死。第二天搬家哦，第二天搬家，来来来来，好人阵营，好人阵营，没有，爸爸，爸爸不用怕，爸爸不用怕，我们是好人。真的吗？凡心是好人，凡心是好人，我查到了，凡心是好人。对，哎、欸，你查我，我也是好人。爸爸没有，你是坏人，没有，听说我们没办法了。我是坏人，我是忍者。等一下，爸爸，我们没办法了，爸爸，这太难了。哇，我有防狼喷雾器耶！干嘛干嘛？走走走，欸、我去找。我的圣剑被吃掉了。没事没事，我用那个无敌，我扛了你的圣剑，不好意思。啊！你预言家的无敌是真的无敌，圣剑也会无敌。嗯，没有他，我刚用木盾。哦，木盾。所以是我的，你知道了。我知道了。木盾吃了一件。啊！太赚了。另外一个是谁？小雨是什么？他是好人啊！我是猎人呢、啊。他是好人，他干嘛小雨砍？我刚刚都帮忙砍死一个了。对，他都砍人，你都忘了。发发也是好人，我刚拉他。哇！我是预言家，那就是哈记啦，是哈记啦，哈记啦，哎，对耶，酱油，酱油嘞，酱油嘞，酱油，酱油嘞，酱油，好的，酱油吧，因为刚刚那个哈记有跳，我刚刚跳啊，那我可以帮我盾，有，我们一人砍对方一刀，攻杀，哈哈哈哈哈，砍啊，互砍啊，互砍啊，你说每人砍你一刀吗？互砍啦，每人砍一刀，这个运气说不定还有办法。酱油是那个、啊，哎呦呀，那酱油是雪狼啊，木盾哦，有可能，嗯、因为他写不是狼人哦，不是人，我看到了，哦，原来躲在那边呢、哦，哎、欸、哎、欸欸欸，这位同学，这位同学，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哦哦哦，预言家，预言家，激战，激战，起来，打起来，没有其他人是不是？不是，你可以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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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打嘛，你该傻了，哦。打太快了，来不及看是不是？你是故意的，你是故意的。没有啦，怎么会？哇！打掉，把他打掉，还是偷打人？他下去，完了！你为什么打人？你跑，跑，跑跳，跑跳，跑跳，他追不上，跑跳。好的，好的，你追不上我。你追不上我？哎，是哈基耶！你过来，不要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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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了，你不要走了，你在哪？你在哪？过来。真的他在哪？他在哪？真的在秀啊？对吗？哦，那另外一边，繁星另外一边。来了，来了，来了！哦，你给我过来！可以！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哎呦！加油！加油！你是我们的秀！跑太快了！糟糕，不会！哎呦！糟糕，不会！跳，看到不会。他去上面了，对，三楼。哇！不见了，跑那么快！哇，你那个脚都燃烧了，那么快，脚都燃烧，脚都燃烧。哎呦，刚刚追回不到他，哇！哇！第四天的老妹。哎，知道了，吊水没歪了，没，我没钓到。哇！虎丢药粉，酱油可惜了。你感觉玻璃笑蛙的丢也可以。哇哇哇！噔噔噔噔噔噔。瞧。哎，好难玩，又老地方。哎，繁星是什么？忍者啊。忍者好。那你先躲。他酱油是什么？我是牛，他是牛。哦，所以刚我刚跟你讲说，他过来跟着跟我砍一刀，我就直接丢他药水。谁要跟你砍啊？你把我拿到明确回顾使用技能啊！哇，你加速了。有找到他了。哎，走，繁星走，繁星走。好，我来了。来哇！白天了，白天了，走！哎呦，早知道我那个瞬间就砍下去了，被他挡到了，不小心挡到了，挡到，你尽力了，我没想到一场这个瞬间大特卖啊！
真见大小雨拿声音都没有讲啊，对啊，他还在躲厕所，你知道吗？坏人，对啊，在当小绵羊，我很害怕。很害怕，有个狼开我的门，我只好砸挖不着，然后用瞬间把它砍了。好强哦，好强！你要偷开人家的门啊，没有先敲门。我以为是狼人就可以为所欲为 啊， 啊，女厕照样开 啊， 啊，很恐怖、欸。女厕照样开，你要被告。你知道现在的女同学都这么厉害，背包里都一个圣剑。防人之心呐、啊，哎呀，防狼喷雾就算了，他带圣剑啊，带圣剑上课啊，太危险了。妈妈说外面的社会，妈妈说外面很恐怖啊，酷啊，酷耶！啊，这一场欢乐一点，再加一个丘比特哦，丘比特爸爸，这个丘比特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如果你是丘比特的话，你可以选一个人跟你成为 CP。那如果你没有选的话，白天结束他就会自动帮你配对，就是你还是得跟一个人 CP。那 CP 的人的话就要独赢到最后，就是你们两个人要活到最后。所以如果你是一人一狼，那你那个狼就要想办法杀掉除了你以外的所有人。那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你就要先把好人全部都杀死，再杀狼。哇！如果先死的话，好人就会先赢了 ，CP 就没有了。好的，那就来了，手收起来，三个一，走起来！好啊，走起来，走起来！太好笑了，这游戏。到底哪里有那个圣剑特卖会？为什么我就没有赶上圣剑特卖会、欸？没有，那只有限时模限时。刚刚谁 A 了一下啊？刚被哈基顺手打了一声招呼。是吗？还是你是 CP 啊，迪叔？不是，你是跟到波波在那个吗？对啊，没有那么每天都在 CP 的。哎，什么是波波？哎，所以没有每天，昨天是，今天不是，还是今天是，昨天不是？今天是。什么鬼？看来今天是啊。法法，你想干嘛？我想要找有没有东西可以拿。还是你是想要砍的底数也是可以。No， 因为他是 CP， 你可以先砍他，他就一直两。我不是。小雨，我想说，为什么你头上红红的？原来是以周查过道具啊。对，没有错。晚上喽。不要，丁生，我不晓得这是谁。好啊。你帮忙！哎、欸，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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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的吧？你是什么？你不要过来！我们要过去，怎样？你不要过来！我跟哈基都是好人，我们后面有一个狼，不晓得是谁，我是猎人，然后酱哥也是好人。我是好人。我能说都说了。你们三个是谁？说下来。这个头发发型很像是发发哦。他在笑，你没听到吗？他就说他要砍那个迪叔了。爸爸，你要砍迪叔，你不是要砍我们吗、啊？爸爸，砍他！我找不到人呐、啊。你砍迪叔可以砍两条命。小心，往后跑！哎，快跑！哇，小心！跑！哇哇！有哪一个？是不是这个？不是我，那是哦，不是啊，前面这个吗？八砍的白，哎，有一个有 X 砍的。我好像做一件白痴的事情哎、欸，怎么了？我好像做一件白痴的事情。嗨，拜拜，拜拜，他在后面，他真的，他真的。怎样？你把你队友砍了吗？哎、欸，好像是哎、欸。啊啊啊！是吗？你好会砍哦！我想说，哇哦！我想说，我偷懒，你好吗？那我来杀人了，我来杀人，小雨，还救你！哎哎哎哎哎！为什么是我？我帮你多杀两个，哎呀，好白痴啊！啊啊！有了，老板，其实我看我帮你多杀一个，多杀两个，我对不起，那天对我当我的队友好惨啊！我很开心的走过去，嘿，我要杀你！哎、欸，不对，刚好是我队友。有了，我对不起你，我
没事，带沙带沙，我没事，我没事。包包包带沙两个，带沙两个，会带沙。好吧，原来你是一头刺刀狼。哎，我是内鬼。哎呦，有学到我金团哦。我还想说，我跟哈基有得玩，这么快，而且重点是他妈一开始都追我，然后我定完他拉一个人来，结果就是哈基，我想说完了完了完了，哎呦，我好白痴哦，不会啦，没事，换个场景，有三个人，有三个人会更混乱。我跟你讲，我常常当狼被狼砍呢、啊，那个被一个某 H， 哎呦，断了，被一个某 H 开头 的场景，哎呦，好、哎、有特殊场哦、哎。如果有问题，我也没办法，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哦，我已经连续三场拿圣剑了，好爽。没有，等一下不开圣剑，不开圣剑了。没关系，我觉得我已经排了三小时的队都排不到。我有、欸、你有买快速通行吗？你肯定没有买快速通行证。诺丽巴说，可以连的。哇！哎、欸，怎么是这个？啊、没有，我们上次 UHC 的地图，我把它设成狼人杀的地图。靠、哦！哇，你进步这么多。但是我不晓得会不会有问题，因为它像右边有写那个资讯、只是指令包现在里面只有狼人杀的，所以应该没问题。哦、嗯。哦，对，所以可以许愿吗？哪里可以许愿啊？应该前面也是还可以许啊。前面，我记得他许愿也没什么特别的，太强了吧？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规则，就是那个雪地那边都不能走，雪地不要，只要是雪地都不要走，好不好？有可以钻这条，是不是？这个太长了，要用屏障太累了，我就懒了。嗯、这个也是很长一条哎，这是很长的哦。然后。雪地不能走，所以这后面这个都不能走。这里，这里，这里，对对对，就是这个街道的后面都不能走。哦，好，街道。哦，好。啊，这个屋子它是有办法上去的，上面可以走。就只能简单来说，就只能走正面这长长的，然后跟这个后面这里。好，商店街里面。对，只要有雪的，像这种就不能过来了，这都是禁止的地方，好不好？好的，好。所以白色的地方都不能走。对。啊，这个嘞，拐角这边嘞。这个路上有雪可以找吧，就是这个大马路上的，对，那个满满的雪就不行了啊。所以这应该可以吧？这可以，这可以啊，这可以，这可以进来。我们这样地图很大一个呢。还可以，就试试看，试试看。好。然后，完了。不要当狼，拜托不要当狼。我觉得我会迷路哎。没有，他就长长一条。对，这样我上次没来，你可以上去看地图。他就只是很长而已。就想说很适合我来设置这个地图。好，太白痴，没有人回应。哈哈哈感觉就超好玩的。感觉是哇，天哪！好的，这边有地图，你可以看地图。知道我上次没参加吧？所以特别对，一定是到叫我上次没参加，所以才特别玩的哇。对啊，让你可以再玩一次耶！我可以活久一点吗？我今天从来都没看刀过你，你不要问我。我全部都是怪在你头上。干我屁事！哎，有黄金可以许愿呢，背锅背起来。哦，哎，哦，黄金黄金，哇，这个要关。为什么可以开场发黄金？哎，然后大家就聚集来。我没有黄金，我旁边箱子找的。对啊，不知道你现在先找，等下就没啦。我把它塞回去啊。啊、你把它收回去了吗？我把它收回去。耶、yeah. 欸，可以耶！耶耶，福禄八十七颗。许愿许什么愿啊？为什么可以许愿啊？来来来，你过来。我要拿一个可以 TP 吗？先设定，可以。可以先踢过来。也可以先 TP。我踢。踢他鸡，踢他鸡。有起飞了，有起飞了。变繁星在起飞了。繁星走下去了。许慢一点，许慢一点，那很难点。我踢错了，哎，我踢对吗？对啊，对。设定也是跟那个。怎么选啊？最优选啊！这里给你站着，然后丢黄金，然后呢许愿。没有，你要站上来丢黄金。二三四五六七。
等一下，我现在是繁星啦，繁星把愿许走了啦。不是啦，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陷下去了啦。等一下哦、喔，你们哦，我游泳了啊。对啊，你在游泳。哎呦，哎，我许愿到饥饿效果哎、欸，这个神没问题吗？你不常来吃，在这里都不会饿的。至少不是呕吐效果就好了。伟大的神明哦，我希望我能中乐透。啊，对，我今天买乐透。哦，你要中乐透了吗？应该开奖了吧？开奖了，八点半，八点半，你要看看。好，哎，我们就直接玩玩看哦。设定应该就跟刚刚一样。没有问题。对，就是地图特别一样，两狼、猎、预言、女巫、忍者、人鱼、村民。好好啊，没有道具哦。好好，许愿那边自己要小心哦。好，好危险哦。有题哦，有、欸、有有，可以玩的，可以玩的哦。是要走哪里呀、啊？工作台。怎么办？我在哪、啊？我那个许愿那里啊，一定没有人知道啊。真的？怎么可能会有人知道那里有地方？对啊。你说这样很是好人吧？你这样你好了吧？我在哪呀、啊？我不知道哎、欸，我现在就是看那条路就。他是坏人，他转移话题了。什么坏人？他看你什么身份？啊，不是你不是问我在哪吗？他说你是好，那你什么身份？我是好人啊。他骗人。真的，我没骗人。我觉得他应该是好，因为他偏离人群。人群在哪？你们在哪？开场一定都是在一起，你一直跑就一定是远离。要绕要绕，哎，绕绕绕绕，没事啊，这样我不会刀你，我不会刀你。被呼叫空投哎、欸，等一下我，等一下我被刀我就找你。有空投，那空投不要用哦，那个都不行哦。给他爆炸，被呼叫空投哎、欸，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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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没有来点烤鸡。哎，晚上了晚上了。你相信这两个都是狼哦，不是狼皮书妈妈。我帮你们定。快走快走快走！你怎么？自己轻轻吹风，应该没人跟着我吧？啊！你快跑！你快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快点！跑了！你怎么可以在遥远的地方？没了！啊，发发，你怎么可以跑了？我们李叔顶不住人啊！嗨，我们会为你报仇的，大概啊。那你说李叔跟谁？哎。他机子掉了，他机子死了，那就是听说错了。不是，我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小雨很安静，小雨很安静，说不出来。小雨吧，小雨，小雨吧，很安静啊。刚你，巧克力是好人，巧克力是好人，咋回事呀？我繁星酱油都是好人，我这边带三个人。哎，等一下，我这边楼下有两只狼，救命啊！救命！有一点远，有一点远，应该是超级远吧。百米赛跑啊！小雨，小雨，凡迪叔跟小雨，迪叔跟小雨，你干嘛了？烦死！你刚跑了，你跑来门口，大门口，你跑来大门口，你还有机会跑大门口。我有九九五，完全还没看到啊！九九五，没救，没救！要转，要转，要转！你右转，你右转，右转这边哦，走左边了，对不起，左边在哪里？左右分人呢？人呢？人呢？他们都在里面，他们在里面做暗中交易，他们很快。怎么会有这种神秘的鬼地方？哇，哎、欸，我总觉得我根本不是同个次元的。对，因为你一直往那个最大的大门口走啊，你太远了、啊。我现在回头啦，我快要到许愿。哪里呀、啊？在哪？你们赶快出来投降哦！我找警察来了，我找两个警察来了。啊，1-1结束了。耶耶耶！太扯了，居然这么好运！他下来了，他走下来了，快跑！在哪里？在哪里？他下楼梯了，你不要动！下楼梯！你们快点过来！下楼梯，下楼梯！你去砍这个啊！战鹅来了！哎！这塔是不是有点高啊？这塔超高的哎，超高的！这个塔要变了，这个塔要被变了！995！我们不救他，我们救他，你砍他，你砍他，不要呐！我刚帮你拉一个人砍了，我对你很好。哎、欸，你白色，然后你把他带过来，砍他，小雨砍他，小雨砍他，他刚不救我，砍他。我早救你，我然后我早用过了，白痴哦、喔。对啊，怎么回事？小雨砍那个啦，巧克力呀，他刚把我拉来去死哎、欸。你不是？我就想说，那人怎么变多了？刚才就没那么多人。带路哎、欸。你人也太好了吧！我的妈呀！
对啊，你说你迷路，我们带你带过来啊。一送我是投胎耶。哎呀，啊我怎么知道你躲不过？你要闪啊，你怎么在那么远呐、啊？百米赛跑啊，快跑！不是啦，小兵超远的啦。哪里远？我就快跑啊！小兵很强哎。我想偷偷那个空投可以吗？我去边边，我去边边丢。你这边平常真的丢空投拿弓？不行，他会带我去找中介的地毯。我去了，拜拜，拜拜，拜拜。你去找中介地毯的。嗯，有啊，那个塔，等一下封印那个塔太，那塔超高的，去啦，要走一条路，他旁边下不来。没有想到你哦，超大，欢迎各方人士来制作。咦，为什么？没有用好的办法。如果设边界嘞？设边界没有，可是那座塔先变掉了，这长度可以试试看啊。我直接把那个、啊、塔的门口封住就好了。对，塔的门口。哎，不要啦，我们等白天呐、啊，赌运气啦。我愿意跟你赌运气啊！感觉你瘦了、欸，小雨。这超远，真的，我这来回跑，我都瘦了。以前学校跑那个赌运气啊，跑这里没有雪、欸，你看这有特别设置。哪里？哦，这可以到。嗨，嗨，不要啦，白天啦，现在还晚上。嗨，晚上害羞。你不还有杂瓦鲁豆吗？晚上害羞，晚上害羞。东西，晚上害羞。白天。你还走另一边，我都知道了。好了，赌运气了，赌运气。哎、欸，可恶！干嘛？我以为可以打到白天。决赛时刻，决赛时刻，你们要比拳头，你们要比拳头。对啊。来啊来啊！哎呦哎呦哎呦！打了，要比拳头，砂锅般大拳头。我现在一颗心都没空哦。为什么？我血超多、哦，你要不要跑？你要不要跑？你听起来就不太像。我超多血哦，你小心一点哦。你要死了、啊！我卡到输入滑了。你要死了！你死定了！你死定了！我死了！我要跑了！快跑、啊！打架！我剩半颗星了，我真的剩半颗星。我剩半颗星。你回头打我一下，一定帅气啊，对不对？我不要，你是骗人的。帅一下，大家都希望你帅一下。不行啊，我帅不起来了。哇塞，好强、哦、哇哇，好运蜜蜂，好运蜜蜂太强了。啊，我塔要封锁，塔要封锁。那个塔变掉，塔变掉，塔要变掉了，塔关门了，塔关门了。等一下如果还太长，再慢慢变。再慢慢关，慢慢关。哎，我没事，好，没事，拜，没事啊，都不会受伤。再来喽！好、欸，三二一，奏起来！奏起来！奏起！为什么？这里有点神秘频道，但是去、啊、黄金都被你们拿光了，那里就没得玩了、啊。有黄金不就只有一次？咦，我还发现黄金、啊，你有很多黄金不就可以一直玩？什么有很多？你可能丢一个黄金会给你三个黄金呢、啊？对啊，有机会会抽中。可以放吗？哦，不能放。冒险模式不行放，不能许愿。我想要许愿哦，哇，好想许愿、啊、我也好想许愿哦。哇，你可以许，好好。可恶，没吸到，可恶。好烂哦，挖掘皮啊，烂。哦，可以躲在这里耶，我有没有人跟我一起躲？你在哪呀？嗨，爸爸。白痴哦、喔。你会不会砍我？走开走开走开！我许愿哦，你找到钱了，好了好了，你等我一下，你不要再玩他，你不要再玩他。你是好的吗？空投空投空投！你会砍我吗？那你是好的，我是啊。如果你会砍我的话，我就尖叫哦。我就尖叫，我就尖叫啊！好，今天波波是不是坏人呢？你是好人吗？你是好人，不要靠近我啦！有尖叫吧。哎我不怕，我是好人啦、啊。安心是坏人，真的吗？真的吗？你看，我手上拿纸纸，是不是？那你去死就好了，你不要把狼引过来。你去死！你会不会一箭多钟？那没有，你去死就好了，你不要爸爸是好人。
这是不是我是好人？我是你。如果我死了，就是发发。不是啊，狼狼都在我们这个繁星的一个不晓得是谁。我们要好人哎，走吧，我们共同收集黄金。狼在我们这，狼在我们这。好，那我们这边快，我把你救过来了。是，我把你救过来了。对，他都在投票所。那现在我们三个要干嘛？结成阵线一起收集黄金。对，一起杀过去。啊，不是收集黄金吗？没有黄金了，没有黄金了，大家都练财练光了。嗯，刚刚我是蛮会看的。繁星跟小雨吧。嗯，是我啊。啊，我们来了。我们走超远的。对啊，我们走到底耶。我们要为波波报仇。小雨对，繁星跟小雨，他也在这里。冲啊！阿迪叔嘞？我在这啊。你在哪？怎样？你还想抹黑谁？你是不是想票我？啊，小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觉得等下这个场景可以砍半。这才太强了。这个给你。哦、我刚刚有捡到哎、欸。可是我不敢拿，我想说怕真的有问题。你这搞不好可以狂砍了、啊，试试看，试试看。这也是我们走到天都黑了，你绝对往回跑，该往回跑了。我回跑。哎呀！哇，他们离好近，他们好近啊！走到天都黑了啦！那是什么马拉松比赛啊？天都黑了啦！哎，那个剑白天就消失了。哦不，所以代表它应该真的是有用。直接可立尔木剑，对，给速跑快点！哎、欸、啊，我想已经来不及，你把我撞了！抱歉，我以为可以来了，我还速度这么快，对不起，快躲！他怎么可以跑这么快？凡凡，你快跑啊！不要再回头了，我想说躲起来，又不回头，好远啊、哦！嗯，真的，回头。多了啦，多了啦，多了啦！我们追他，回头，回头，回头，追他，追他，追他！这是马拉松，哇！好累啊！他在前面，嗯，来，那等一下封锁区域了。他在哪？他在前面。这是一群什么报名的，全部冲上来。只是等一下的场景而已。好笑，我的妈呀！小雨继续跑，小雨继续跑。没，我已经死，我已经被打了。我也是死的，我也是死的，我只是在弄而已。还打到人吗？小雨，这给你啊，这给你啊，这给你送你。不要。喝水啦。就禁止过这里。哪里呀？我在喷毒。下一场啊，这一场没事。好。好好被气呀啦！过来，乖啦，乖，乖啦，快走，要限制区域了，限制区域了，区域要封锁。哎，繁星你好，繁星在这边，快跑！我要死了啊！你死了吗？死了，有再扑高一点吗？这样够啊，我们自己人。我们快跑啊！他们好厉害。快跑！剩你们几个，波波旁观哦。跳错了，有了。他是不是往回了呀？就剩你们四个了。啊！繁星你好，三。这样你还记得谁是狼吧？是不是繁？完了，完了，完了。你是好人吗，皮叔？我是啊。他不是好人。那应该是繁星。我刚刚看到他跑就走了，我们报名。报名！如果他不在怎么办？报！他在哪？还在吗？还在吗？他走了呀。这两个怎么这么飘？他发飙了！做的太棒啦！哇！发飙！我的妈！我的妈！要跑超久啊！哎呀，跑起来！
来的力气，快点，追不到，要晚上了，好想回头、哦，完蛋了，拜拜，完蛋了，拜拜，完蛋了，拜拜。我爸爸买鞋，迪叔直接回头哎、欸，我的迪叔直接走了，迪叔直接先走了，我也要走了，拜拜了，爸爸。哎呦，你在哪里？是我们两个人呢、啊？你不是好人吗？你是什么？我是好人，啊、不是我为你什么职业啦？我是你冤家。我等一下，等一下，我先在你，啊，不是，等一下你先在我。你啊，你在哪哦？哎、欸，太远了啦，超远。你是什么？对接大吼。那我觉得我跑过去很亏，我在这边等好了。那个白天他们来了。对啊。休息一下，休息一下。Kisu，Kisu，我们也在这边等。来啊！在干嘛啦？我是很远。然后没关系，那我上啊，你唱，我在那个当当当。你唱了，不是啊？哎，唱了我们就瞎啦。哦，那我们回头吧，我们在这好了。不行，我们要去找他了，要早上了。哎，我们要帮那个谁啊？帮波波，帮法运之狼是谁啊？在讲什么？起来攻他了。我们要帮波波爸爸，然后那个巧克力跟哈金报仇。好。好，这么样，这么样，哎呀，你怎么跑那么快？我等你，你不要喘，你不要，包夹他，包夹他，你包夹他，别别别，我再跳去啊！酱油上啊！我找落单的啊！丹丹，加油！我跑起来！大家好，我们等下再继续通过。哎，我怎么跑那么快啊？对，打我，对，迪叔打我，对，迪叔打他，打我，打他，不要打他，别出去了，他们打不进了。你不要，追不到了。运气的最后极限赛跑，耶！太难过了，在玩什么？我们成功帮波波爸爸哈记巧克力到口了，耶！我们要靠到耶！我们这个区域封锁到只有前面了，好不好？整个商店区都没了，就只有前面了。哦不，商店区都没了，不用百米赛跑了，相信这样应该更稳了。在干嘛？完全不是跑步游戏了，天哪！我们帮你报仇了，爸爸，你的牺牲是值得的。爸爸，我们接下来开那个喽，抖 M 教徒。哦耶！Yeah, 第一个呢、啊，就是他一定是好人会成为抖 M。那抖 M 是这样，他在白天的时候他不会有投票的东西啊，他没有投票的那个报名联。那他的获胜条件就是你可以看对话框，他要在白天的时候被票死，只要是他被票死，他就是独赢。哇，对，然后他一定是好人，因为他如果是狼，那一旦当然要票，所以他一定是好人。那他只要被票走，他就赢了。OK。真的是抖哎、欸，超抖哎、欸，他就是最抖哎、欸、的那个。然后我们还开一个抖 S， 抖 S 的话，他可以是好或坏人，他都可以。那抖 S 的话，他是晚上的时候你可以查一个人，如果你查的对方是抖 N 的话，就会公告，大家就会告诉他，哎，大家他是抖 N。那并且如果你查到那个抖 N 的话，你死掉的话会是那个抖 N 代替你死。啊、okay。对，因为你就抖 S， 他就会代替你。除了白天投票，白天投票都没有办法，你死就是死。哦、关键就是记抖 N， 抖 S 你就乱查就对了，好不好？好的，那就来喽。好，好，哦，你是不是抖 M 啊？我不是。哎、欸，这也不能走了。对对对对，后面都不能走了、后面有围围商店区都不能走，商店区都不能走。就在这里可以东奔西跑了，就是这个白痴哦、喔。好想知道谁是抖 S 哦、喔。我啊，你是抖 M 吗？你是抖 M 怕被查是不是？
没有啦，决定先插发发了。哎哎，为什么？先插，等一下就哎、欸、发发是，哎发发，我觉得他很是，他很像你是抖 A 抖 M 对不对？你啊，是啦，是你啦，我进棺材了，哈，你进棺材了。哎、欸、哎，宝、欸、宝、欸、的肉，宝宝的肉，宝宝的肉，宝宝的腐肉。哎、欸，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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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这样发这样，你进去，你走进去里面。晚上了，天黑请闭眼。不发你是好人吗？发发不是好人。哎，你没有用的呀。滚动了！有没有个鬼啊？干嘛？那边两只鬼都在那里。那边两只鬼，救命啊！可是繁发吗？繁发吗？也是繁发，不是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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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繁发快快点！我在降头发。不是。哇，你是什么？我是好人。哎呦，妈妈！哎呦，无敌喽！哇！咋？我的妈！等一下，阿金，我在这里，我是好人。阿金，你好可怕！我是好人。阿金，你救我！我救不了你。你好可怕！追到你！我很害，快使用呕吐攻击！我是谁？爸爸，快！爸爸，爸爸被听到歌了。爸爸，看不到我，你们看不到我，你们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所以另外一个是谁？应该是这副脸。另外一个。对对对对，后面后面后面看到了。对对对对。哦。哦，他跑他。他要跑去死路了，他跑去死路了。波波你左，我们右。另外边。好，我左我左。哎，我们兵将五十路。好好。保水饺。好怕打错人，好怕打错人。保水饺，保水饺，保水饺。哎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哎。打仗全被打到。厉害，我刚刚是没看到波波哎。波波，我也没看呢。跑跑跑跑跑，快跑快跑！有有有，我看到他，我看到他，我是忍者，哦，你是忍者，那是谁？那是谁？迪叔，迪叔，没看到迪叔，迪叔，不是啊，队友是谁？爸爸，你队友是谁？你是谁？不能，我不能卖他。你是不是曾经拉过他？我们等下就不票你。你是曾经拉过他？他已经被票，他们已经被票。迪叔啦，他从迪叔啦，人设后面落下来了。哎，你不要。哎，你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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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盾呐、啊，木盾呐、啊，快使用木盾呐、啊！你是使用呕吐攻击？快使用呕吐攻击！救命！哎呦！我要另外的人被拉走了。哦！哈哈哈哈哈！我没办法，我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我没有看到他，我没有看到他，我看到他，我看到他，闹谁？说不定。看左边，快使用呕吐！对，前面左边，前面左边，我在这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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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鬼歌？这是什么鬼？什么鬼歌 ？biu biu， 我直接开掉了。嘟嘟，哦，那个啦 ，biu biu。哎，我们有请那个小雨吹纸笛，小雨来，纸笛纸笛。噔噔噔。忘记了，我每次吹之前我都要先听一下，真的要先听一下，他的那中间的变奏啊，他是哪？啊，后面神社神社神社许愿池后面没有上面下面在哪里？迪叔，左边右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迪叔出来，让后面让后面让后面，忘记了，包抄，缤纷八十七路，缤纷八十七路，他在下面，他在一楼，他在下面跑，他在下面跑。他在后面，他在从左边过去，从左边过去。对，酱油走，酱油走，酱油走，对，那边下去。哎，左被吃掉了，你的剑被吃掉了，你为什么买假货？吃掉了，这是假剑呢，我是冤家哎，还有假货，假货，假货。我是抖 M 呐，假剑啊！就是抖 M。对，我刚刚你知道，我刚刚想说，我要让迪叔打我一下，然后我就赶快尖叫，然后就迪叔完全没看到人。在哪？两个完全没看到。小雨剑怎么是假？我不知道，我的剑就爆掉了哎。劣质剑呢？假的。我看到小雨砍了一下迪叔，然后迪叔没有怎样。对啊。
你充的钱不够多，请出资多一点，是吧？好累哦，出资八八八八。来，这张地图最后一场喽，好，好，可以做起来。当当，怎么是这个？抖 S 抖 N 抖 N 谁啊？发发，他是狼，看人呢？看人不讲话，他是狼。他刚刚一眼问他啊，你是在叫我吗？那个，我觉得这次方法真的是抖 M 吗？抖 M 是谁啊？抖 M 你自己说，我不查。哇，你知道抖 M 我真的你是抖 S 啊？你是抖 S 啊？我不是啦，我乱讲的。白痴，抖 S 没事啊，抖 S 他是好也是坏都有可能。嗯，好，发发发发，好，你有这个吗？有啊有啊有有啊有。那是了、欸、那爸爸我要猜你咯爸爸我等一下被骗了被骗了我等一下要查你咯怎么可以这样要被查出来咯果然真的是臭 N 你把我推下来好白痴哦他怎么？为什么要抓我？你这臭抖 M， 你怎么抓我？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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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我死了，老出不去了。哎，你是在哪里？他在王柱，他在王柱下面，在神社里面。你怎么打不是都可以走吗？不是他另外一边死路了。有密道，有密道，哇！哎，对，我又忘记了，我刚刚是不是查到瞬间就可以讲啊？你问几次了？可是你现在不能讲了，你不能讲了。好，忘记了。出来，包包包包，不要，哇，扫抖，另外一个技能，另外一个技能按下去。对对对对对，然后跑。他是谁？哎呦，帮助我了，谢谢。那边有一个坏人。所以应该是迪叔是不是？不是，下面哦，一定是你。迪叔是好人。哦，一定是你，李叔。哦，一定是我，是我票我，是我是我。我们怎样都不会投你的。是我是你吗？是浩记，不是我，哈记跟就是他，不是我，是我啦，是谁？是谁？他是我啦，是我。哦，是哈，是我啦，哈哈。讨厌！哇！啊！我直接毒死！白痴哦，毒巧克力啦！错了，对不起了，白马。李叔，啊，好好活下去哈！你家没看到巧克力在你后面，你不帮我阻止他？李叔，是我啊，怎么了？是我啊，怎么了？是我不行吗？李叔，快跑！是我不行吗？怎么死这么多人呢？啊！完蛋了！抵住，接刀！哦耶！耶！小雨还躲在那个王座底。对呀，他另外一边走不出去，太过分。我刚刚谁砍我？我刚掉下去，要爬上来就死了。哇！然后算在巧克力头上。干我屁事！我刚刚就直接砍小雨一个人。哇！那个王座爬进去就爬了一把。对啊，他在王座里面打一百年呢，我的天！他用人鱼怎么爬得到我？有我那个最后繁星的那个毒我扭过，然后是发动。对啊，发抖。好喝奶茶，奶茶好喝。早餐店奶茶好喝。喝的开心就好，喝的开心就好。是疼痛会拉。那看起来像草莓汁哎。我们还有。还有别的，还有金钩，看有没有办法制作各种金钩杯哦，金钩杯，欢迎观众都可以投稿地图，也是冰雪地形吗？并没有，嗯，并没有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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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眼熟哦，好眼熟哦，这个很棒的地图吗？很棒的鬼八人的地图，霸凌鬼的游戏。我把其中一张比较适合的，然后弄成狼人杀的。这怎么没啥印象啊？在那里啊？你每次都没来？哦，
King， 嘿，对，你就没来。有啊，我每次都有来啊，只是忘记了。OK，OK， 好，问到。他车站那边我连通到屋子，等一下大家可以看看，应该位置应该差不多刚好。这个不是就是大家都在那边爬上爬下的那一张。哦，爬的那边我都有重新调，就是都增加楼梯，所以没办法跑酷。嗯，就是跑酷也不会有什么好康的。那爸爸为你介绍我们最后一个职业，叫做诈欺师。哦，诈欺师他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也可以穿装，但是他没办法砍人，他是好人方的。哦，所以他就是骗狼人吗？对，没错，狼人那个一开始不是左下角会告诉你的队友是谁吗？嗯。然后他也会告诉你，就是我们现在两个狼嘛，他会告诉你三个 ID， 就是诈欺师也包含在其中。哦，对，你就要想办法辨别你的队友到底是谁，哪一个才是诈欺师这样。哇，还要内战呢，好好刺激哦。那狼人也加强一下，就是一样，白狼也开了啊，雪狼也开，让狼人厉害一点。啊，开那个白狼跟什么？跟魔哎梦狼啊，开白狼跟墨狼，梦哎不是白狼啊，我猜错了。成为雪狼才对啊，雪狼杀光所有玩家，包含狼人，所以白狼只有一个人自己会赢吗？没有，我开雪狼那个那样太难了，太难了。对，雪狼就是被查就是好人，查不到他。哦，梦狼的话呢，则是他可以免疫女巫的毒一次。哇哦。对，所以只要女巫毒你，你不用害怕，你可以接一次。那第二次的毒就不行了。呀、yeah. ，OK， 那就来试试看喽，大家。好的。好，走起来。哎、欸，怎么在这里？这样吗？没有随机位置哦。我没有随机位置，位置没动哦。那重新。我要现在开始玩了，是不是？狼是谁？我。我们重新，你就去死吧。你要站开，这只能刀一个人。你跟谁？嗯，我。哎、嗯，哎、欸，超的不行。对，女巫毒药水就只能毒一个人啊。没有，这真的很多人说什么？哦，没有啊，没有，是梦狼的那个。哦，因为你免疫，然后变成他毒了。对，哭啊！女巫也只能毒死一个、啊，对。那就晚上小雨的给他砍就好了。对啊，等一下晚上给。反正现在 kill 小雨，可以 kill 小雨吗？kill 就可以吧。我们没关系，我们都全部给你杀。啊，来吧，第一次没体验。排队。我也可以穿衣服哎、欸，这样还没穿。你穿衣服，你又不用你就一直回我们到你面前接。啊，这边来。啊，你不要到，你不要到，帮你排队，走吧，走，哎，好，哎。好了，哎呀，上卡坑了。我去看看，奇怪了。噔噔，这要先去别张地图才能用这个吧？没有，它就是它可以设好，可能之前设定的跑掉，或是弄到随机了。也可能。哦，没有选择到啦，我知道。好，地图。选择，哎呦嘞，正式来了，好，奏起，有了，有，哦，车站那个有一边的下面粉色那边可以通到另一个房间，不然怕这车站实在太小了，好，玩干嘛干嘛，我每个人都去看房间啊。看房间，车站里面的屋子都是没什么用的，哦，这不就是实况组的家吗？作者的家还是什么的？作者的家，超小的，好像是。嗯，然后去躲起来。我要去躲起来了。躲在厕所里。这样你是好人吗？我是好人，可是我找不到房间。那个床就不晓得了。又可以睡觉了吗？有人要睡觉在床上了。如果有问题，等一下就把那床打掉。怎么那床？你说重生哦。对啊，之前不是躺上去就无敌，躺上去就出问题了，反正就是你啊，就砍不死啊。对，对，
我把那床打掉好了。你把那床先打掉了。你去别边，我只是想猜。哈基斯狼人，谢谢，谢谢，谢谢，拱出你的队友来，低叔。哎、欸，啊，你是不是下面那个？是你说我？没有吗？啊，是哟。我们两个走了啦，去认罪啦，啊、认罪了啦。你们两个都往我这里来、欸，哎，哦，谢谢我，喵喵。哎、欸，这边边你来干嘛？你去刀波波，你去刀波波，我还可以隐形，我无敌，等一下还隐形。你不要这样，你这什么给什么馊主意，发发快跑！哈哈哈！可恶！波波，你怎么害死发发了？不是我，那是巧克力，巧克力很坏。我没事，你在那边硬要那边把我弄过来，你不要往那边跑，不就没事了？没事。哪里？咩扑啊！阿基，小雨，哎，你好。阿基在这里，小雨好头疼。小雨是什么？小雨是什么？小雨是什么？这这个铁轨，砰砰砰！就是我们要指引你，你是什么？我们刚刚被狼追，我们这活在高速。哦，你们刚刚被追啊！小雨怪怪的，小雨怪怪的。我是诈欺师啊！哦，那我可以那个保小雨，啊，你捧起来，捧起来，他找到他没有找到我，包水饺，包水饺，谁？可以，还有，包水饺，快跑，快跑！迪叔也是好人，迪叔也是好人，迪叔酱油呢？梦狼多久点？我都砍他了，你砍那就是小雨啦。我是诈欺师啦！没有，我可是小雨，好像真的是诈欺师呢。他刚没，我真的是啦。啊，我们就剩这五个人啊，就是酱油啦，酱油不是我啦。你等下，你比谁啦？我是反套路，其实我故意讲是迪叔，但你不觉得不是迪叔？没有没有，那个已经拿花露到了。你们两个是谁？吓死我！所以就是酱油，那酱油这边有楼梯啊，有楼梯可以爬。不是酱油啦，阿福你也可以穿。哎、欸，不行啊，你们走这些我不会走的路哎、欸。没有，他没有难，上面那个被那个猎人拉走了。走不到路。也没有，这边这边有楼梯，这边有楼梯。你看我这边，我下面有楼梯。哎、欸，我每次玩狼人杀，我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路痴真的不配玩这个游戏。这个一眼望过去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准备去找酱油。这一张超级清清楚楚的，这张很简单了哎、欸，这张算简单了。我打你，你往前，我打你往前。这是他吗？对对，前面的是他，前面的是他。迪叔上啊，迪叔。加油，哥死过来！不要、啊、过来，死过来！加油！哎呀！哎，我说票错人了，哎呦，有票到，有啦！你看一下看看，你可以趁现在逛逛，你们是对看一下，我看一下车站。我知道，Yuki他都长得差不多。没有啊，你看有一个往粉粉的地方，一个没有啊。对，有一个地方，那个交易都不敢过去。对我都不想过去那边，我都在这个车站里面。很生气。那这样，这粉粉地方在左边有楼梯爬。这边，你跑个头，对，啊，没有跑酷，就直接楼梯爬上来了，然后就可以在那边跑酷了。对，这里没有跑啊，这里都是走路啊。你的走路对他来讲，认真的走路啊。酱油、雪狼跟梦狼，太白痴了，我把你吓到，有揪出来。我被你吓死了，小雨。我就说我是诈欺师，我不知道后面是你啊，是我。哎、欸，对，我刚刚应该读波波的，那个差点要把我给害死了。你不要在那边。然后我等一下再读，等一下再读。上一场的仇。啊，没问题了吗？记得录了吧？加油！我不没记得，不过没事。三个一做起来。哇，我是想啊，如果我是狼，你们就获胜了；如果我是好人，你们就少一个好人而已。不会，你负面的想法了。你可以很毒，毒，你好毒。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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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等一下要诈骗了。好扰好扰。那小雨，你刚那场是不是有追我？啊？对啊。刚那个是你就是害我很害怕啊。刚那个就是。是啊。刚刚就两只狼在追我，我只能假装一起追啊！快吓死了！大家一起走是吧？对啊，不然他们等一下觉得我是怪人怎么办？他们直接把我砍掉。其实狼人只要那个狼王拉一个队友，你就知道第三个就是坏人。嗯，因为只有三个 ID， 三个 ID， 我还不会再拉到那个间谍啊。不会，他不会，他不会拉劲敌，就是跟那个会拉怨灵、嗯，他拉的一定是自己的。主要是我们之前狼比较多，那就比较难。Do you want to be a snowman？ 砍他，不是谁砍他？谁啦？谁砍是狼啦？砍他，用力砍！有人很生气，砍下去。我们老师很生气，砍下去，用力砍他，太过分了。其实他这样子没有骗到哎、欸，他下去了，你下去追他，你下去追他，宝宝下去追他，跑不到。大祭司，真的，我们前面还有一只，砍死他！啊哒哒哒哒哒砍死他！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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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换那个机关枪过来。哈哈，我想要去救小雨。砍死他！砍死！不要砍我！所以不管是谁，我给你500块。给你钱，快砍他！宝宝，我已经死了。酱油宝宝啊，关我屁事啊！就是你们两个，就是你们两个啦。哎，我刚刚被砍哎、欸！啊，你没死啊？会怕我忍者啊？哇，你会用技能呢、欸？哇，好了，我死了，狼在哪？票我，票我，票我！他已经自首，他已经自首了，自首无罪。那你可以先活到下一关。为什么是波波？啊？因为我查你，你不是狼人啊。他有梦啊？哈基呢？有没有？有梦狼啊？哈基，哈基是猎人。哈基是猎人。猎人。不管波波呢？还有酱油呢？我说我是忍者。我觉得巧克力怪怪的耶。嗯，对耶，不讲话了，我都还付500块了，好你还要花好久？你付500块给另外一只狼啊，自己砍，然后自己给自己500块，那就不用付钱了。哇，太聪明了吧！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巧克力干嘛靠近我？巧克力干嘛靠近我？你就是狼啊！巧克力啊！我要跑掉了，我要跑掉了！等会儿走，等会儿走，酱油不动了，酱油不动了！巧克力啊！酱油刚刚没在动啊！你才没在动！你被砸路走了。啊，不是不是不是。到底是还是不是？哎、欸，那个你走旁边，你走旁边，你回来。波这里，你跳这两个，跳上去。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那他们已经得跳下来。他们有一个会唱歌吧？我没有唱歌都死了。唱歌死了。我尽量啊哈啊！我不用唱。你把他打下，把他打下来也可以。不要你，你闭嘴。有你是不是走心了？我票他，我被打到了。你赶快去追啊！追啊！追啊！打他！看是谁打你！交给命运。追回去！弄死他！气死他！噼里啪啦！波波做事啊！波波做事啊！我把吉运开走了。再过去。你要把吉运开过去。看见他？我已经成功票到一个。不是我票的，是那个波波票的，这样啊。啊！噼里啪啦砰！噼里啪啦砰！哎呀！隐身术，一直跑，一直跑。没事，这样我早点休息，吃宵夜，吃宵夜喽。你宵夜找那个波波拿。波波500块。对，没有没有。啊！他进发光，是，他定身在你后面啊，他在我身上，他掉下去了，发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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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阿进，
我怎么觉得好运波波呢？怎么想到我呢？打不死我都打不死，要这样才打得死。虐待呀！我是好运波波呢，还是你是预言家？那500块是我自己的。这一顿小雨说，给500块，自己给自己500块。你一开始唱的歌是真的是那个波波？对对对对对，那是我。我就想说。然后你唱 Bobo， 然后对面我就看到有一个在那边穿装的，然后想说啊，已经大骑士都砍过去了，就是爸爸。我还以为大骑士怎么不见了，吓死我了！还枪眼呐，爸爸。我以为可以骗得过哎，太难了。啊，这个一场人一场狼的赢哦。嗯，还行，可以哦，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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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有没事，我们都相信着你。好，这样等一下我们就吃宵夜。酱油，他不讲话了。走心了，酱油，酱油，今天整整两小时，我就只刀你这一次而已，其他真的都不错啊，酱油。酱油，那次我逼不得已啊，我是狼人，我逼不得已啊，酱油。他等一下说啊，我忘记开麦了。啊，忘记开麦了。我干，我又没说什么。因为你没说什么，才以为你有什么啊？对啊，你都不说些什么。对啊，好了，酱油，等一下我们去吃宵夜好不好？乖。要。忘了开麦，忘了开麦。我不想出门。刚刚那个500块巧克力给你了，他要给你500块宵夜。快给我！他吃烧烤了。快给我！走起来！走走走走走！天哪！真的是太滑稽了。安全距离，安全距离，我去找。这一关真的好像没有什么密道，大家可以找找。没有吧？嗯，因为那时候我也只是微看一下而已，所以才开了另一边。嗯，躲起来。那个捷运站就只有那个啊，那个火车可以开走一样、啊。吓死人！抱歉，抱歉，抱歉。哎、欸，你进女厕啊？哦，敲门的，抱歉。哦，不敲门还跑进女厕，真是这人哦。你打开看可以哦。啊，你干嘛又躲女厕？你怎么那么爱躲女厕？啊，我女生呢、啊？他说他自己吧，那可是女生。那我们要扫地啊！啊，我就女生啊！哎，我以前真的是打扫女厕的，哎，你知道吗？扫地时间，扫地时间。哎，凡心，你走开。好人，那靠腰啊！看，好人骂出了这句脏话，有没有很真诚？还好，我觉得还好。还好，你还是你是坏人。我是好人，我可以请你喝奶茶。你不行，你不行。奶奶、欸、我觉得波波怪怪的。奶奶我妈妈、欸、你是什么职业爸爸？我你是不是狼人？那个感觉是狼人。你是不是狼人？我傻了，我傻了，我傻了，我傻了。你才怪怪的。他可以跳，他可以跳，他可以跳，他可以跳。都在集运站那边，鬼都在集运站那边。对，哎、欸，真的耶，怪怪的、哦、完了。他，我拉一个了。好，拉一个，拉一个。啊，哎，这样这样这样，左边有楼梯，爬上来。那边，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另外一边，那就是你们是刚谁？你们刚谁？巧克力跟小雨啊！巧克力跟小雨，我们这边四个人的，我们这边四个人的，就剩你们两个。哦，你们那边四个人哦，你们四个哦，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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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巧，好巧。那我们下一天可以找他们啊。没事啊，等一下再走啊。就来，怎么可能？我对话框上面写 H3 呢，狼的是 H3 呢。对啊 ，H3 杀鸡吧。杀鸡不是死了吗？他不然被砍死了吧？对啊，杀鸡砍到他了，因为我拉小雨来啊，想说他鸡不来。对啊，他鸡不来。我看到了，说好 H3 聚会啊，他过来。二楼，奇怪。啊，我来了，我来了。你们绕右边哦，快跑！现在快跑！在右边，我在右边。哎，快跑！他去粉色小屋。哇！走，是木狼，是木狼，巧克力毒我，是谁？谁敲到我？小雨，小雨，你要飘一个，小雨，你要飘一个。我在跑，我在跑，底数飘到我了。哇！我没有飘到他，我没有飘。哇！你在跳两票吗？你怎么想飘我呢？哎，我回答没回答，我在关门呢。我想要飘我呢。我已经免疫你的毒了，你的毒算什么？呸！奶茶，你这是早餐店的奶茶没？不小心接到了，小心！对，注意，并不小心。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啊，我傻啦！靠你了，靠你了！傻了，被傻了！他们屋顶也不能去哪，他们屋顶只能跳下来。人已经来了，
屋顶屋顶的话要从屋内走楼梯上去。等你下课，等你下课，等你下课。你们还有无敌吗？你们还有无敌吗？无敌这些没了，我没了，我没了。哎、欸，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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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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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我这。那个，加油，加油！乖乖乖！啊，你丢到我、欸！加油，你手上东西收起来。加油！我要唱歌了，哎呀，怎样啦？哎呀，哎呀，我手不要跑，很抱歉。有不跑，我就在这里，我就在这里。我想堵你，还想堵你。你打我！你砍他！你砍他！砍爆他！砍爆他！我看不到，我做前面。啊！你看到了，你看到了，你不行！啊！可恶啊！气死了！嗯，完了！这要什么比呀、啊？真的完了！哎、欸，看到被我们马大西斯抓出来，小雨人呢？回到房子、欸，小雨是男，你是女生呢、欸？对啊，男厕在对的位置，男厕在哪？在哪？厕所在哪？我也不知道厕所在哪。哦，找不到啦，他已经走掉了啦。我看到了啦，我已经跑走了。小雨来啊，我们正面对决，不要用毒药来。好来哟、哦，来哟、哦，正面对决用毒药。哎、欸，你是看到了。啊、有别的厕所啊？还有别的厕所？这两间都没有，这两间都没有。一楼啊，还有一楼，一楼有厕所，厕所通常不是在二楼吗？哎、欸，无敌阵线联盟，失恋阵线联盟，你们在哪呀？一楼没厕所，这一间误会了。啊！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我救！等一下，等一下，好，该救了。哎、欸，我按错，我按错，我救了，去找酱油，去找酱油。哎、欸，唱歌，对他唱歌，对他唱歌，对他唱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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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雷欧，天哪、啊，无敌啦，花乳头跟唱歌，好烦哦、喔，熬过了一天，熬不过第二天，痛苦的一天，那底数是什么？我是宁家，哎，跑不动。三个定人，一个逃跑，走好慢啊！人生无望的啦，走太慢了吧？完了！我觉得可以告。小雨，干嘛？上厕所。告。这样，哎、欸，嘉、欸、玉，嘉玉上厕所，哈哈哈哈哈哈，嘉玉干嘛？哈哈哈哈哈哈，想不到吧？我觉得我们等一下都要跳着他，他太过分了，我去。我直接砸在他脸上，等一下，不然为什么巧克力分手第一次免疫我的毒？我以为你是梦呢。我想说怎么两个梦呢？啊，我怎么死了？我第一个是歪的啦，太歪了吧？为什么？我歪成这样啊？我的珍珠奶茶肯定要看医生了。你的奶茶不好喝。巧克力是梦狼哎？什么事？我在说的。哇，你怎么逼人家已经刀了很不错的人了？哎呀，我真的是毒在小雨身上，第一晚要多刀，可不想死。我真是毒在小雨身上、欸，为什么？哎、欸，不过你知道上一天的时候你来，然后把门打开，然后没有走进来，我在门旁边嘛，你就说啊，这间没有人，然后迪叔要来，你才跟他说，哎、欸，前面两间都没有人，好可笑死了，偏僻啊。然后反正就说要进来查，然后说他不在这里哈，他不在这里了。我才是一个骗走全部队友呢。哎呦，超好笑的。我为了要表演，我的最后一场了。好，坐起来。嗯，好累啊。哎，不要乱去厕所了。不要乱去厕所，厕所可怕，会被告。有小雨的房间呢，蜜蜂房。啊，这是放组织窝。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啊、哈基的房间？哈基房间、啊还有那个啊，就巧克力的房间。哦，哈基房间找绿色的嘛，我找。
你玩了你耶，为什么要找绿色？没有啊，啊配色啊，绿蓝绿蓝嘛，绿蓝黑啊，团团哈基啊，然后配眼绿。团团哈基配这样，等下你死这真的跟我无关。来，哈基，你听我解释。哎、欸，我听你解释，你讲。刚刚那个是误会，有人控制了我的双嘴，他真是太可恶了、啊。我打你的双嘴，有两只嘴巴。你的嘴怎么那么多、啊？我打你的双嘴，我打你双嘴。不要啦，不要啦，那个手上有话多。可以让我第一天打人吗？拜托。OK。你只能空手。我来了，反正你我来了，我是好人，我要对你唱情歌。哇！跑掉了。撒会，可以撒了，可以撒了，快撒，快撒，快撒！撒！对面，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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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哎，傻眼，有人爆狼了！来呀、啊！我会唱歌的哦，你不要过来哦！来啊、哦！那你站远一点，我要施法了！哎，为什么看到我？他在这里，我逃跑，我逃跑，我逃跑！哦，没事吧？哦。还好没唱歌，差点伤及我来了，我来了，那个谁？巧克力不是狼，巧克力不是狼，我来了，我是猎人，我刚刚已经。我来了，西瓜果，西，他没有要，他没有管到。哈基对不起，哈基对不起。我是我刚刚想好歌词，看到你被追，我的脑袋嗡嗡嗡。皮肤跟包包，皮肤跟包包。繁星，你有没有看到迪叔跟宝宝他们两个？他们刚才还是监狱里面啊？他们刚刚在这边吧？二楼左上角有。然后那个厕所在厕所里面，我在厕所里面。二楼，迪叔我看到，我都看到，迪叔不要跑啊，来对决！不要，你都骗我，你都骗我，你都骗我！在监狱上，在监狱上。我请你喝奶茶。啊、我不想下去，我不想下去。我打到了，二一。你还上来呀、啊？你还上来呀、啊？你还上来呀、啊？你怎么任性？你说你刚刚最后怎么了？被打到吐了。被打到吐了。还是你看着队友就不小心吐了？危险，不好说。队友没洗澡，不好说。加油了，波，我先去了。波波在一楼，波波在一楼。喂，哪一个啊？我想说，那是波吗？我快都使用了。走开，你不准！那是怎么唱、啊？是谁输在这里的？我吐你！毙了！我毙了！要输掉啦！哇，他的空中飞好厉害哟、哦！我的天，好壮哦！啊！我以为唱歌哦。啊！还在跑，还在跑，小心小心哦，小心！我在跑，他是你的队友啊 ！BOBO， 你干嘛？对啊，你相信我，你看，我是队友。好，我不看你，我不看你，我不看你，真的，我相信你。真的？真的？你干嘛？你干嘛？你要追谁？你干嘛？我好慢哦，超慢。爸爸，我好慢啊！还二楼，还二楼。女巫是要做事啊，女巫啊，女巫死了，女巫死了，然后女巫可以乱杀人了，哇，没女巫了，好难了，女巫已经挂了，然后女巫又要乱投一关，怎么没有女巫的？有，我是梦狼哎，我想再看一个人死啊，我们可以打死你啊，对，我们可以打啦，打死啊。打死他！打死他！迪叔啊！我尽力了，我把爸爸给干掉了。好可怜的。好过。这样我是被谁杀的？我你知道我刚刚怎样吗？我刚跑，我看到我上面狼，下面狼，我心里想完了。要大喊了、啊。完了。
你有那个啊，免疫啊，忍者呢？可是我下面也是狼啊，我没有可以砍两下，那可以砍很多刀哎、欸，可以超多刀的哎、欸，那就是十秒内无敌啊！是哦，对呀，啊我卡在楼梯上，一样啊，可以啊，对啊，就是你使用之后十秒内无敌的概念，那代表他们两个凌虐我十秒，十秒哎、欸啊啊，打排球打十秒。打太久，所以我刚刚被凌虐了十秒秒。你不用怎么了？不用这样子。凌虐，你可以好好活的，你可以逃，你不要。好好讲话，好好讲话，好好讲话了。辛苦大家了，辛苦了，辛苦了。那今晚就不加开啦，我今天稍微迟到是因为我去看医生啦，那就过程中比较久一点，我这几点，我7:20去挂号，欸、不对，7:10去挂号，然后7:20轮到我，然后看诊看到快8点，那就跟他们讲说，我稍微迟到一下下，然后就飙车飙回来这样子。要合照是不是？嘿，好啦，那是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进去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